要花花绿绿的手套来做泥，这里有透明的胶水，还有白胶牌的胶水，然后是各种填充物、氧片什么的。那今天的主角呢，依然是这台扭蛋机。准备好硬币就可以开始啦。小球里面的纸条上都写了材料的名称，第一颗会抽到什么呢？是绿色的白胶，就是这个手套。来把它剪开。今天的游戏规则呢，依然是扭六次。这次是蓝色的球，抽到了粉色的透明胶水。粉色加绿色真的有点不妙呀。来扭第三次，希望能抽到可以拯救他们的材料。是紫色的白胶，这个颜色下进去就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了。还有第四次，准备了这么多填充物，到现在一个都没抽到呢，这个里面会不会有呢？结果还是胶水。第五次了，竟然还是胶水，这么多颜色要是混合起来就真的有点糟糕了，希望就在最后一颗扭蛋里面了，能抽到深色系的粘土就好了。是糖纸，终于不再是胶水了。先撒一半进去，满满一碗，来把它搅拌均匀。变成了水泥一样的颜色。先来加甘油还有澄清水，把它搅拌成型吧。颜色是抽了点，但是和今天的糖纸还挺配的。bling bling 的，还不错哦。是李耀选857。那今天的问题是，扭蛋机一共扭了几次呢？我会继续在点赞和评论的小可爱中抽一位，送上这个瓶装胶水一份，快来给我点赞吧！